按你的用什么心情去对待，你来用一个欢喜心去做就不会累。你对抗他就是主动跟被动，你要主动要记得就不会累。现在管了你哦，关怎转出来？哦，超高老板直接起来练杆呐，起来练杆就价钱比较好。推荐这样一头嘛，啊，谢谢，用一点水给它冲一冲啊，冲冲就好。